今日我带你去沙田，你话要去万佛寺，又话要食乳鸽。当我陪你行上万佛寺呢条路嘅时候，我越来越觉得你系一个好念旧嘅人，就是因为你细个时候，啲爹哋妈咪成日带你去沙田万佛寺食乳鸽、睇孔雀，所以我问你想去边个地方，你就一定要嚟沙田。上到万佛寺嗰座塔最高嗰层嗰阵，我喘住气唞凉，忽然你同我讲，琴晚你打长途电话俾你澳洲个男朋友，同佢讲话分手。我听到你呢句说话吓咗一跳，问你点解咁做，你望住我话，因为你已经揾到你要揾嘅人。跟住我追问你，系咪真系咁同你男朋友讲？你话系，然后我又问你，你真系考虑清楚未？你冇答我，但系好认真咁点下个头。于是我冇再问你任何嘢，我忽然间觉得好自卑。你喺感情上嘅表现果断同埋洒脱，我实在远远比唔上你。由万佛寺行翻落沙田嗰段路，你冇乜点讲嘢。我谂可能系我忽然之间将同阿 Bruce 分手嘅消息讲咗俾你听，令到你承受到一啲压力啦。系啊，我同阿 Bruce 拍咗拖五年，比你同以华拍拖四年仲要耐。Bruce 确实系一个好好嘅男朋友，但系就唔系我理想中可以同我一齐生活落去嘅伴侣。你俾到我嗰种完全可以信赖、可靠同埋安全，是我在 Bruce 身上一直都找不到。因为你很少提到你和宇华的事，我只知道你的士撞到我那天，就是你约了宇华去大会堂登记的途中。至于你们是不是好像我和 Bruce 那样的情况，我完全不知道。不过当我坐在你的士离开沙田那阵，的士头的女仔不断地说我女朋友 call 你，你知不知道我系几咁心痛。自从嗰次你坐我架车度，听到的士台话以华不断 call 我之后，我熄咗个 call 台，就一直冇开过。我唔想俾任何人揾到我，包括以华，甚至包括你。琴晚我送完你翻酒店都好夜，翻到屋企见到以华嚟咗等我，我阿妈一直招呼佢。我睇到以华个样都好攰。以华见到我冇问我任何嘢，只系话而家我揸埋夜更，叫我早啲瞓，佢话唔好阻我休息，走先。我话送佢翻去，但以华佢话唔使啦，叫我早啲冲凉瞓觉，佢一个人走得噶啦。唔知点解，我听到以华话佢一个人走得噶啦呢句说话嗰阵，我好内疚。我成晚不断咁问自己，点解我忽然间会变成咁？一段实实在在四年的感情生，还是一段前世的恩怨长？你已经三日没找我，不过我也没找过你。其实我只有等，从来没试过等到千里好似今次咁难受，甚至乎我有一种接近坐以待毙嘅感觉。我喺感情上似乎揾到我一世都想揾嘅人，但系你完全喺我掌握之外。我好希望可以同你一齐，但系我唔可以叫你同以华分手。爱情嘅基本要求尊重，于是我好尊重你一切决定。系。一定要尊重你一切的决定，但是有时我会在等的过程里面安慰自己，既然上天安排我们见面，再续前世的缘分，那今生我们一定会好好地珍惜对方，不会那么容易。最近这几晚我都睡得不是挺好，今晚实在太累了，一打落张床才刚刚瞌着，电话就响起来了。我朦朦胧胧拿起电话，
只是听到一把中年女人的喊声，话咩要自杀，入咗医院，叫我快啲嚟。我脑海里面突然间觉得好乱，只是想住以华同你。我急到不停咁对住个电话同大声猛问边个，跟住电话里面嘅中年女人就喊住断断续续咁讲住个女人名，唔系以华亦唔系你，我先松咗一口气。跟住我即刻拨电话俾以华，以华俾我电话声吵醒，问我咩事，我唔知点答佢，净系叫佢早啲瞓。收线之后，我本来想打电话俾你。但一直坐在电话旁边好耐好耐都无奈的电话筒。因为想见你，这几天每逢走在街上面，我都会留意会不会有你的的士经过。其实我想见你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你，但是我实在不想这样做。我依然相信如果我们是有缘分的话，我们怎么都会碰到，就好像我们原本一个在澳洲一个在香港都一样可以在一起。我由湾仔行到中环，依然见不到有你部的士的踪影。去到大会堂的时候，我实在太累了，索性就在大会堂的花园那里坐了一阵，见到啲亲人一对对喺度影相，真系令佢哋开心。唔知点解喺同一时间，我忽然间想起你，跟住我好快咁跑上去婚姻注册处，贴喺督导板登记人嘅名单。我好紧张咁一张一张咁睇，果然同我嘅预感一样，发现咗你同以华嘅名。今日你相机翻澳洲，我哋一直都冇联络。只是昨晚你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在电话上都告诉你，我和以华会在12月结婚，你什么都没说，只是在电话上很平静地说了一句，我知道。我真的不想听到你这么不开心，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本来很想问你回澳洲之后会怎样，你的计划，你的工作，甚至你会不会同 Bruce 复合？但系我一句都唔敢问，因为喺电话里边你好少出声，你好沉默。你系咪怪我？我问你，我哋会唔会再见面？你好淡然咁话，如果有缘嘅话，我哋会再见面。你知唔知？我听你讲呢句说话嘅时候，我系几咁内疚同埋心痛。太炫耀，太浪漫了。情其实只不过是一男一女的交往，合则来，不合则去。感情完了，缘分亦都冇，根本冇话乜嘢前世今生咁浪漫凄迷的色彩。或者问题是出自我呢？我对爱情的期待和要求，根本就同现代人不一样。即使你勾起了一段隔世的感觉，始终都不可以同你天长地久。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可以凭着我对前世一些模糊的感觉和记忆，找得到和我生生世世恋